这句英文要怎么说啊？让我告诉你。我是 a t yo？欢迎收听这句英文怎么说第一百一十五集。我是芭比。I'm Duncan. Welcome to episode one hundred and fifteen, everyone. 哈哈，现在呢快要到年末了。Almost. A few more weeks. 对，所以呢，我们这集的主题跟就是年终的这种气氛非常的有关系哦。嗯嗯，是什么？ 是你们尾牙是什么时候啊 t h 尾牙，uh, a, 对对，为什么这种派对叫尾牙？嗯，这是个好问题。<laughs> 我我我问过很多人，对，这这就,就是我好奇你你的想法。我的想法就感觉是一年的尾巴，然后但是为什么有牙齿这个的,<巴>这个的牙齿的这个牙字呢？我不知道，我我可以上网查一查。<laughs> 那当肯问的其他人，他们有什么答案吗？我很好奇。差不多，对啊，就是。

final meal, last s like last dinner together, to l a 之类的，我 i don't know. anyways, 就不重要。<laughs> 我没有，我觉得这个很值得一探究，yeah, uh, 所以我们用的太习惯了，反而从来没想过。Oh, oh, oh, yeah, yeah. 好，大家等等等等，我们我们会查一查，一探究竟。 好，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要再次的跟大家宣传一下我们的英语脑课程哦。因为其实蛮特别的是，今天就是十一月三十号，英语脑课程要正式上线哦。嗯、之前在预购期啊，我们是只有开放第一单元，因为我们就是一直还在如火如荼的后置当中。那从十一月三十号开始，就是每个礼拜三，我们都会上架三个单元哦。嗯嗯嗯，很期待哦，对。 这个我希望大家都会去那个 IV y bar 看看啊、呃，这个这个课程，I think I think you will enjoy it 每。每每个单元里面会有一个有趣的一点好笑的对话，呃，希望你们你们会会喜欢它。对，然后那个对话里面我们也会教四个那个适用的句型，我要教你英文怎么用它，它有什么意思之类的。 嗯，没错，这真的是当肯的代表之作。就是他在每个对话里面，他都想尽办法演出一些特别的角色，就是不是他平常的丹肯，是很多不同的人。嗯嗯、当然，嗯 <laughs> 对，然后除了四个重要的剧情跟这些剧情的衍生之外，其实 Dan 可能还会教每个单元里面最重要的文法。那这些文法是我们常常会说错一些文法，嗯、所以其实把它整个弄懂来就是也很棒。嗯、那如果还没有试看过我们英语鸟课程的听众朋友，欢迎点进这集的节目资讯栏的那个我们课程连结。喜欢是要购买的话呢，要记得输入我们。 听众专属的优惠码 Duncan 三百，就是 Duncan 的名字，全部要打小写，然后再加一个三百，就可以再折三百块哦。嗯嗯、mm hmm.，Check it out，耶！Yeah. 好，那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句，就是你们尾牙是什么时候？英文要怎么说呢？嗯、mm，hmm. 最简单就是 When is your year-end party？你也可能可能要问那个 your company's year-end party，所以。

就是年年后的的意思，嗯，就是如果字面上直接看，就是今年要结束了，end 结束的感觉，yeah, yeah. 但是把它串在一起，对对这边就是年年末年后，嗯、所以、嗯、呃年末的派对就是可以在这边不，它不是一个直接翻译尾牙这两个字，嗯、可是它的意思就是代表尾牙。嗯、对对，你也可以叫薇娅一个 Ann Party? annual party，annual 就是每一年一次每一年的的意思。 呃，uh, 所以如果一个很大的公司每一年有有几个很大的派对，这这个 annual 可能不适合，但是大部分的公司应该只有一年一次会有这么大的的活动，所以 we a r 可能是 year end party 还是 annual party，我觉得两个都都适合。嗯，那 annual 这个字会稍微再难一点点，我们也请丹肯帮我们拼一下哦。嗯 Annual. A-N-N-U-A-L. 所以刚刚 Duncan 有解释，就是其实 annual 的意思，它本身就是一年发生一次的。那如果你今天公司很大，可能一年有很多次这种大型的聚会吃饭，那就不一定。呃，你讲 annual party 就是指尾牙，反而你可以特别说 year end party 才是年末这段时间的尾牙。可是如果是一般的小型公司，通常就是一年就办一次，嗯嗯、你就你就讲 annual party 就很清楚。对对。对 如果其实你也可以说 the annual year-end party，可以放他们在一起。如果你想更清楚说这个 way 啊，英文怎么怎么翻翻译的的样子，所以他们两个叠在一起用也没有问题哦。也可以，也可以。对，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是，刚刚当肯一开始有说，你可以在那个 year-end party 前面加一个 companies，就是你们公司的。那如果是 annual party 的前面，其实如果加了 companies 会更清楚，因为。 y e a r n d party，大家联想到我牙的几率很高。可是如果你单纯说 annual party，没有在说公司的话，你有可能是你个人的什么周年派对啊什么的。嗯嗯、所以这时候再加一个你们公司的，这样就会更具体了。嗯嗯、对好，<对>那我们进到补充学习喽。<好>第一句是在哪里吃？嗯，我觉得如果你们在英文，如果话题是一个派对，你你不会不会用吃这个 where where will you eat？ 对，我们应该要说 “Where will it be held？” 还是 “Where will the party be held？” 对。这个真的是超级有趣的，就是我们常常会问人家一些什么吃饭啊，在哪里吃？可是其实当肯就有点出来说，嗯、在英文里面你要问，你不会用吃“吃 ”（eat） 来当动词来问，嗯嗯、你可能会说“你要去哪里”或者“你要去在哪里办派对？”对对对，Where？这个这个。这个 派对这个活动会在那里被办、被、嗯、被举行？对对，当能之所以说被办，是因为就是派对它本身它不是一个人，所以它是被动式的被办。Yeah, yeah. 那只有人，他可以主动去办一个派对。嗯嗯嗯、如果如果你要说更强的问题，你也可以说 Where will your company hold the way? Where will your company hold the year-end party？但但是这是比较。 比较完整的的句子。嗯，那我们请党肯拼一下那个 held，held，H-E-L-D，、e、嗯，这是从 hold 的动词的的活用。嗯，如果是 hold 就是它的主动式，<对>那 be held 就是它的被动式。所以 party 被办就是 be held。嗯，那公司办 party 就是公司 hold a party。对，如果你已经觉得那个太复杂，你也可以就问 Where will it be？

一个就是你，你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问题，就是你们会有表演，so like、uh, w i l l there be performances？还是 Are you all going to perform？这样的的问题。嗯，一个是就是你们会不会有表演，然后它也有 perform 这个字当动词跟名词来使用。嗯、那我们先从动词来呃介绍给大家。嗯，perform，所以你可以问。 Are you all going to perform? P E R F O R M, perform. 對,就是啊,你們會不會有表演啊?那如果第二個它是當名詞使用的時候呢?將用 oh performance,可以問 will you have performances? performances. 不過我覺得那個在台灣,人人問字同問題,其實他們的意思常常是你自己必須 要要做表演吗？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但所,<以><错>所以，如果这是你的问题，如果你真的在问那个对那个对象，你需要表演吗？需要做表演？这样你要问：Do you have to do a performance？还是 Do you have to perform？就是你需不需要 have to？你有没有必须要去做一个表演？嗯 yeah, yeah. 对，因为大部分的人其实不是真的很关心别人的公司有没有我一样表演可以看，而是说，哎，你的朋友需不需要上台表演<对>这样子？非常的有趣。那我们请丹肯再把那个 performances 的复数帮大家拼一次。Performances 复数，P E R F O R M A N C E S，有点长哦。p e r f o r m a n c e s,、嗯 <S 就是他的复数哦。很多人表演，或是很多个表演的时候，就是用这个。嗯,嗯好，那哇，这个是大家最期待的。喂、哎、呀，抽奖，抽奖要怎么说呢？嗯，抽奖，呃，美国我们比较常用 raffle，raffle，raffle 可以当做名词还是动词啊、呃？我觉得名词的 raffle 比较比较常常出现。So raffle，r a f f l e。啊，你如果你 做一个句子，就可以说：This year we will have a raffle。嗯，超级重要！大家其实吃尾牙最期待的就是这个 raffle 了。嗯嗯，嗯对。那跟 lottery 有什么不一样？raffle 跟 lottery？哦，好像原来差不多的，但是那那个 lottery 现在现代的英文 lottery 是那个呃。 Matching numbers 的的样子，就是你选你选几、这个几、这个那个数字，然后那个公司那个做 lottery 的人，他们也会选 like 数字。But for raffles, usually 我们抢那个你写你的名字，and then they pick they pick names. So 呃、uh,，差不多。其实有一些状况你，你可以你可以替换这两个字，但是好像 lottery。 在在现代的英文 lottery like render 的概念，就是就是那个每个礼拜还是每个月会有一个很多钱 like and people pick numbers 热透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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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so, 那个但是原来的意思其实其实蛮像，嗯、但是但是对现现代社会文化来说好像好像有不一样的的感觉。渐渐的他们分开了，yeah, yeah, 有不一样的意思。Yeah, yeah, yeah. 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很常听到拉 tery，就是那个乐透彩，乐、嗯嗯、中乐透，所以刚刚就跟当肯请问一下，<對>哦，那 raffle 跟乐透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当肯就解释的很清楚，他们可能一开始很接近，嗯、可是现在就越来越大家听到拉 tery 就只会想到说数字对数字那种中奖，嗯、那可是 raffle 它是会抽一些人的名字出来说，哦，你中奖了这样。对，raffle 它算就是你你有一个比较小团体。 在大家都在一样的地方，然后人会 draw prizes 之类的哦。Oh, yeah. lottery 好像是那个全全国全对全国还是全城市，只只是很多人在不同的地方都在参加。对哇，那这个比较就很具体了，很清楚 yeah, yeah. 不一样。好，那再来有些公司它不一定是吃尾牙，它是吃春酒，就是可能农历过后才。 一起聚餐，那这种情形我们可以怎么说春酒呢？嗯，这应该就是一个 New Year Banquet 还是 New Year Party？Yeah，我我我觉得这种那个怎么说，中华那个过年这种文化，那个春酒是很难翻成英文，嗯、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字，嗯嗯嗯嗯、但是 New Year Party、New Year Banquet 差不多，差不多可以。 <Okay. S 2> 嗯，banquet 就是酒席。如果你吃那种喜酒，你也可以说那是一个 wedding banquet、嗯。那我们请丹肯帮我们拼一下 banquet。banquet，b-a-n-q-u-e-t，banquet。A N Q U e、T, ban 对，就是当肯还有特别提醒哦，就是其实如果你说 New Year banquet 或 New Year party 的时候，不一定是只有十二月三十一号或是一月一号吃的才算。那 过几天, 比如说1月3号, 1月4号吃了, year party。好, hey when is your year-end party on january the 17th we are going to have a revel. are you going to perform no i'm not but the erskine might how that is 嗯，一月十七号，我们今年有抽奖哦。你又要表演吗？呃，我没有哎，但 Erskine 可能会哦。嗯，虽然他今天不在这边录音，但是还是提到他一下。好，好，对对，他非常热爱表演，请大家多给他鼓励。好，那我们进到今天的文化闲聊了，就是美国公司有类似维亚的活动吗？嗯，啊、呃。 大部分的公司会有一个Christmas party 还是一个New Year party 有时候,有时候两个会搬在一起的好像如果如果是比较小然后人要给礼物 Year's party 这样, oh, 这样人不需要担心买礼物 so, yeah, usually around the last week of December, or maybe the first few days of of January. We have to do the the活动.嗯，就是也是年末的时候，十二月底可能一月初对之类的。那这样子的派对会有抽奖吗？嗯，maybe这不不像台湾，不像这这这种一定要有抽奖的的的样子。应该大部分应该不会，不会有有时候。

很大的的礼物给一个两个人，他他们就会觉得 OK，那我们请他们吃饭，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东西，这样、oh, 这样就就够，Yeah，像是伴手礼的概念，所以可能是几乎每个人都会拿得到、mm. y e a h n usually 我觉得，哦，oh. 就是这应该是美国的那个美国老板的的思想，Yeah，就是。 最好是每一个伙伴都有小小礼物可以带走，而<对>不会集中一个很大的礼物只给其中一两对对因,为因为这样，那个他们可能会怕那个大家得哦，这不公平，嗯、为什么对？对，好像台湾人是比较呃对这样的活动。 那个抽奖来说是比较开放一点，<laughs> 就会 like <laughs> oh you're so lucky <样>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美国人可能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一个人可以收到什么很棒的礼物，oh, 所以比较重视公平性。Yeah, maybe I think so. Yeah，我觉得，我觉得美国的那个 business culture 他们会比较担心这种的对，是非常的有趣嗯嗯，嗯原来我们的红包抽奖文化是一个很。 开开放度很高的活动，<laughs> 就是我们会为中奖的伙伴祝福。<laughs> 在在美国可能会想说，嗯，这应该要公平一点吧？我们大家应该都要可以差不多的礼物吧？嗯,嗯,嗯，好，谢谢当可的分享。那我们进到今天的复习喽。首先是主题句，你们尾牙是什么时候？When is your company's year-end party？还是 Where is your company's annual party？ 嗯,两种说法都可以,嗯,嗯。好, Where will it be held? Where will the year end party be held? 还是更简单, Where will it be? 你们有要表演吗? Are you all going to perform? Do you have to do a performance？嗯，抽奖，raffle，春酒，New Year banquet 还是 New Year party，都可以。嗯嗯，好，那我们今天那个尾牙就聊到这边了。嗯、这真的是大家很期待的一个活动，也希望大家今年尾牙好手气。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喽。这个节目是由常春藤的团队学英文吧制作的，欢迎你到学英文吧的网站 ivbar.com.tw 或者是 ivbar 的 IG 复习我们 p o d 内容。如果你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记得按下订阅或是追踪，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个礼拜的新节目喽。如果你是我们老朋友，欢迎你留言给我们，可能分享一下你的尾牙。<laughs> <laughs> 对，就是不一样的公司，不一样的文化。<laughs> 对对，好奇。 你们在他那里做什么特别的的 performance 吗？对对，Duncan 是研究我牙的，对，<laughs> 小小小探索者。嗯、好，那如果要就是购买我们的英语脑课程结，结账前记得再输入 Duncan 三百就可以再折三百块哦。嗯嗯，谢谢。去 ivbar.com.tw y check it out。没错，好，我是 Bobby，I'm Duncan，我们下次见喽。See you next time，拜拜。拜拜。